忍不住点屏幕看其他队友信息。哎，你们打排位度还打匹配度啊？我怎么感觉好像匹配玩家挺多的呀？果然这个游戏大部分还是不怎么打排位的，或者是排位已经到了自己想要的段位了，他就不想打了。出冷静鞋。走到这前面，然后25秒的时候，哦，21秒、25秒放都可以。我跟凯爹打，先放一个。放一个为了 CD 嘛，地上有一根枪，然后自己拿到，然后跑一段路，二技能捅后面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补兵剑，把那个枪存着，懂我意思吧？然后开机走，二一，哎，完了，我这捅歪了，好他，啊啊！这个800的暴击非常好，我失误了，我有一根枪没拿到，我拿到那两根枪，他肯定死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队友，哦，还好，嗯哼哼，嗯哼，啊，捡 CD 鞋，可以开始动起来了。哎，你这么慌的吗？怎么斩杀都用起来了？这啥？跑一段路，二技能打到他，再跑一段路。你怎么刀刀暴击啊？他不是那种一般的普通攻击暴击，他是二技能，这一爆800多。我惊呆了，枪放在那边，存一枪。人呢？多跑一下，别急，拉回来。你别爆了，别爆了，好吧，多跑一段路，等他那个大招最后会有两枪会消失的，你开着急走跑逛，他应该追不到的。你要讲究的就是用大招的时候啊，这个二一技能这样来回捅你知道了吧？是吧？这个一技能拿二技能去捅，然后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吧？这个比较简单吧？你最重要的是用那个大招。手上握着一根枪捅出去的时候按大招把那根枪沿途收回来，懂意思吗？是不是你达成这个逻辑就对了，你就不用想太复杂了。马超怎么打狂体，那这个实际情况要实际分析啊，是吧？然后你可以出宝石跑得快，是吧？大招拉回来一枪，再拉回来。你捅出去的时候，按大招，这样就有这个枪在手上嘛，就循环起来就没事了呀，明白吧？好，这里，好，草里面，怎么死了？那白来一趟。开急走，开一技能大招，先跑一段路，拿枪，再捅，再二技能，再拿枪，再捅，再一技能，再捅，再捅，二技能捅，懂我意思吧？就是你捅出去的时候，那个大招要拿在手上，你就这样循环就行了，它不难，明白吗？你就跑一段路，然后那个枪在飞的时候。飞到手上的那个途中，你就把手上的那根枪捅出去，他就手上一直有枪嘛。你要保持的就是你每次出枪的时候手上是有枪的，懂吗？
是吧？二技能拿根枪捅出去，再拿根枪再捅出去，再拿根枪再捅出去，再拿根枪，是吧？他直接被我收死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打这样的循环，很简单。好，把上路给带了。然后把这个宗师之力给做了，跑得快。这个枪留着，大招收，大招再收，捅出去。大招收的时候捅出去，是吧？一技能大招收的时候捅出去，懂我意思吧？拉走，去这边杀人，然后随便捅一下兵。这个大招就好了，二技能放在这里，是吧？攒一波 CD， 然后拉一手大招，然后二技能拉一手大招捅出去，再拉一手大招再捅出去，再拉一手大招捅出去，二技能拉一手大招，一技能放在那边捅这个，拿这根枪捅这里，放二技能，然后放一技能，捅，拉枪，是吧？他过来二一捅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要开大了吗？开不开大？怎么想？捅这个。开大了，先拉开一技能标他吃药，然后就不回家了，因为你这个捅的时候是可以回血的，顺便刷大招，对吧？嗯，你把这个思路理清楚了，就问题就不大了呀，是吧？拿枪放二捅，等宗师跑过去。是吧？手上有一根枪，对不对？然后一技能捅，然后手上还有一根枪，二技能收回来的时候捅出去，是吧？一技能收回来的时候捅出去，收回来的时候捅出去，一技能收回来捅走，二技能哎，好的，失误了，这个怪我，让我看到哪一波有问题。小伙子学聪明了。出了一个守护者铠甲，有一波攻速影响，让我手感非常不好，好吧？所以为了针对他，我决定出个极影，让我捅得舒服一点。这个英雄跟攻速还是有关系的，你这个攻速越快，他那个出枪速度越快，然后后面的那个多余的动作就没有了。他攻速慢，他有多余的动作就玩得很不舒服。开疾走，一技能拿枪捅。再二技能，再拿枪，再捅；再一技能，再拿枪，再捅；再二技能，再拿枪，再捅。呀哈！想得很美好，但实在是马可波罗，原来伤害这么高的吗？六千经济，原来他跟我一样有钱。我笑了，看来我还是需要出一个守护者铠甲，不能太飘了。我本来一波杂技可以把他们都弄死的呀。结果最后站不住了，你想一打三，可不嘛？棘手都开了，你不一打三，那怎么显示出我们马超 T 零的地位呢？你看我现在出了极影，看到没？我这个捅出去，这个动作非常流畅，感受到了没？所以说你有攻速还是有点用的。往后包，要不先拿红好了。好像来人了，草里面先存一枪。大招，一技能。哎，我好烦。哟呵，你还会跳棍，搞得挺花的嘛你。先溜一下吧，先把中路兵线给清了。开疾走吧，直接把他杀了。
哎，这个沉默，哎呀，我真的是，哎呀，这个沉默，别，这个普通 OG， 哎，真的好急呀、啊。哎呦，这个沉默真烦。嗯，不搞得我挺难受的。嗯，在上面站半天放不了技呢。7900的经济了，这个人我能不能杀他呀？继续带大招拉回来，再大招拉回来，先走一步拉大招，他是根本就不怕我这个人。真的烦，这还要输了？我惊呆了，完了，玩脱了呀！你们搞错？这塔就被偷没了。哎呦，难打呀！问题不大，刷个大招，怎么人不见了都？找不到小兵吸血了，别啊！哦，居然能打赢，我带线去了。这是什么呀？怎么感觉他这样也一刀能把我宰了？而且他怎么成了他们对面最有钱的人了？我太难了吧？风筝不好呀，总是顶着他二技能砍了一刀。我应该再站远一点再打。果然马超有一段时间不玩就是不厉害。冷却缩减35。这不是减冷却缩减的吗？有光环哦，我的队友也出了个光哦。哎，我的头发今天真的是好挡我视野，我都想剃个光头了。嗯，真是乱突乱杀，你看我
其实就只会一些简单的连招，但马超能打出的这个战术效果很好，就带线呐、切后排呀、都很简单，你两枪捅到这个后排，基本上就直接死了，懂吧？那走到哪带到哪，你玩马超根本就不用去想节奏的事情啊，我觉得，我就到处乱捅就完了，然后自己别浪死了，无形带线。拉大招，拉大招，拉大招！我怎么感觉，好，这一波他们浪了。等一下，先把兵线给带了，不着急打架。打个破军玩一样，直接两枪送他抬走。先拉开，再回头捅，再二技能再拉枪再捅，对吧？你不一定，你说你拿到枪就一定要捅别人。他这两暴击，你凯爹还是你凯爹呀？怎么这么猛的呀？我一个兵星被他摸两下又死了，这个凯爹真的是他以不动硬硬我这些花里胡哨，他站得不动 A 两下我人没了，这也太难了吧。我都不想打这个凯爹了，太恶心了。他站着不动砍我两下，刚才都没有用二技能就 A 了两下， A 了两下暴击把我暴死了。感觉到我的伤害了没有？我那一枪直接要恨不得把他捅爆了。这不乱捅吗？对吧？开个急走，那个枪拿一根枪跑一下，拿一根枪跑一下捅出去，拿一根枪跑一下捅出去，你保持一个循环就行了，真的，你不需要去学那什么花式的什么那个什么枪。哎，我这可恶。还是买个复活甲吧，你就这样一技能，手上有一根枪，跑一段路，大招收一根枪，把那根枪捅出去，再捅一根枪，再收一根枪，就这样。其他的这种灵性走位，你自己后面慢慢打的去感悟就行了。我要买个复活甲了，但我现在不想买。怎么有点乱了？
哎呀，真的是恶心呐、啊！这个沉默搞得我真的是操作难。气死我了。这风暴龙王成别人的了。感觉要没了呀。哎，我是怎么乱点？哎呀，算了，我这马超太久没玩了，有点烦，打的我是真难受，我吐了，我把什么卖了？我把一张符给卖了。这来来回回的。我感觉我们一波他们呀，吓了，真是混乱。我熟练度够了呀，看了一下，刚加了一波熟练度，我就熟练度 OK 了吧。还打不打马超呀？